六名马来青年涉及在网络侮辱先知穆罕默德，而且被指是异端邪教组织 Seahawk 的追随者，结果被宗教和执法当局盯上。柔佛警方也已经查出这六人身份。柔佛总警长纳杜卡马鲁今天指出，这六名嫌犯年龄介于20到30多岁之间。武吉阿曼刑事犯罪调查部及柔佛州伊斯兰宗教局正追查他们的行踪。卡马鲁劝请这六人自首。柔佛州伊斯兰宗教局早在2021年7月将苏海尼的 Seahawk 教义列为邪教，而这六名嫌犯在影片中声称先知穆罕默德就是阿拉。